家人的，对对。谢谢。他到底是去哪里？为什么把我丢在这边那么多天？他其实为什么？就是在跟你讲。对啊，他说为什么？他就在说你。为什么？那这样的垫子够吗？还是说需要再？我们有带一条毛巾，可以再放在上面。还没有发现异状。对啊。对啊。然后他背上那个湿疹啊，是医生有给我们剃掉毛啊，我们有给他洗药浴了。然后他脚上有个伤口，有时候可能会流血。对他吃那个药是因为他那个乳腺有一点点肿瘤，会流那个血水。如果你们看到地上有滴那个血水，是他那个乳头那边。那要擦药吗？医生说不用擦药，但是如果你们就是怕他一直滴，可以拿卫生纸稍微在他乳腺跟乳头那边再按压，他就会有那个血水，对啊。因为他是洗的疑似率最高的，就是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去哪里。你对不对？有啦，他有在闻，但你虽然很兴奋，现在就。
声音是在偷哭吗？对，在说。他平常不会发出这种声音。对，对，他平常不会发出这种声音。这么久我也没看到。对啊，他很冷静。开始，好，第一天也是发这种声音，要回家，但是就是感觉不一样，就是高兴的叫。讲话，他已经在生气了。干嘛？你好，中午我们有牙齿鸡胸，然后我们再帮他准备了。哎，不可以，准备了鲷鱼，然后带回去吃。对，我们真的只挑肉吃，所以我们也上了心，因为青菜其实也蛮贵的，所以我们第二天以后就不敢再放青菜，因为它都是要丢掉。他都挑菜，对，挑肉吃。对呀、啊，也不吃饲料。然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抗议。但是我发现他会吃一个东西，叫做芋头。他吃芋头。他吃芋头，我做了芋头饼，然后芋头他全部吃光。我一直试了很久，终于吃，找到一个非洲以外的，还没吃。他会吃芋头。我很喜欢吃芋头。下次用芋头给他吃，他很高兴。芋头其实还蛮有营养。不要讲话。回家了呢，菲菲。他到底是去哪里？为什么把我丢在这边那么多天？他其实为什么？就是在跟你讲。对啊，他说为什么？他在说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搞笑。哦，好好笑。来，这个是谢谢，拜拜。好酷的他。拜拜。拜拜。菲菲要回家吗？回家吗？马上尿尿。